喂，小美，你明天要干嘛？我明天晚上要和小天约会。哇，太棒了！你打算明天穿什么？我打算明天穿一条裙子，然后穿一双高跟鞋，戴一条丝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你还可以戴一对珍珠耳环，会更漂亮。好主意。小美。你明天要干嘛？我明天晚上要和小天约会。哇，太棒啦！你打算明天穿什么？我打算明天穿一条裙子，然后穿一双高跟鞋。带一条丝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你还可以戴一对珍珠耳环，会更漂亮。好主意。